第三个问题，把佛手当食物是否触佛身血？啊，佛的手当装饰品，有，我看过了。啊，一只佛手，啊，他们做真的，做成像摆在这个作为装饰品，还有很多佛头，佛的头像。我在新加坡吧，还有一个人送一个盒子，送个礼物给我，我打开一看是佛头。现在很多外国人拿这个在客厅里面当装饰品，这个都是属于触佛身血啊，大不敬啊。那要是遇到这个佛的头像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我们把它造一个身体配上。